今天准备袋子，对啊，他跟剪刀，他叫我们做这个袋子的花，对，就是可以用来拓印。哎，那这个红色的很好看的。哎，那个是上面有看到，还像看到虫虫的便便呢，你有看到吗？黑色是虫虫的便便，有没有看到？抓一些给我啊。很可爱，你甜讨厌啦，兰花啦，小花十万错，就是这种花。日春。鲜艳。是啊。有够鲜艳的。这就是你后边那个叫什么？这个可以敲吗？不是吧？把它的颜色敲到那个布上面呐、啊。对，敲到这个布上面。对呀、啊，所以要有，你要几朵？对，三朵好了。这样就。谢谢。这个可以敲吗？对。大爷，你有吃过香菜吧？有。而且香菜市场上还有越南香菜，我都有买过来吃。真的、啊。对，越南香菜。它这个味道不一样，寿菊你有没有记得？我记得上次有味道，洗过一次以后就没有。拿了泡茶超好。新叶可以敲吗？这个是新叶薄荷，不打了吗？对，不能开。新叶薄荷它有薄荷的味道。哎、啊，这个不是也是薄荷吗？哎、欸，那个也是薄荷，对。对啊，薄荷。对啊，那个泡。对，来这一朵。再选这个。这个好嫩啊！对，鸢尾花，然后它分支到这边来了，对，可爱呢。没有根，它已经长叶子，不是，没有土，它已经长那个根了。根，它没它那它是怎么养分的呢？它是属于这一种，它主叶子都还是在，在地上捡到这个棕榈树的那个花苞。的叶子，那可能没办法，没办法挑。他有一种放回去，他说对，放粽子，当棕榈树的叶子心可以吃了。不是这样子的、啊，香樟，香樟树，然后它真的有点肉桂的味道，还叫我们吃呢。有点肉桂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好，来吃看看吧。上次我们去那个巴西的国花，那在巴西种应该种起来应该蛮漂亮的。这也不是它的原生的地方。它味道很苦，可以下火啊，可以吃的，可以下火，那个中药啊。金龟子它是害虫哦、啊，这不是金龟子的，不是你说的那种害虫的金龟子啦。我想问一下，它是活的吗？活的啊！哇，它动了，它是活的。哎，它是。它是金龟子啊，金龟子有很多颜色，我还看过绿色的，它的壳像宝石一样，那种蓝色的有没有？好，现在已经在我的手上了，蛮漂亮的装饰品，在这个草上。这好多很高的树，陪我一起来摘。哇！老师在那边教课，我在那边玩甲虫，可以放在我的口罩上。可惜这只不能敲哈。哦，你怎么把它放在手上？看，对对对，好可爱，这是一只蝴蝶。你怎么把它当作戒指？它翅膀完全粘在一起，都没有。还没呢，它还没。像一个纸片一样。对。然后这个虫把它放回去了，把它放在这棵树上，跟蝴蝶作伴。好，这是它，然后上面也是蝴蝶，一起作伴。所以它这个是什么？它也可以当野菜。那要种很多才够吃。野菜。对对。这里有个
雪原来这是雪肌草啊，那种那种护护肤品啊，什么面面霜啊，都用这个家里面呢、欸。厉害。这好多叶子。这个大树。这好像是个轮胎呢，决定拿来当轿子，当花纹。这个被吃的差不多了，很像天然的蕾丝花纹。然后再了这两个，如果是叶皮才那个不成形，哈、哦。哈哈，天然的枝翼，有没有？可是这样子有没有？我中间是不是有没有敲到的？对，好，哟，再补一下。它硬过很薄，也有香味。上面有香味，先自己敲看看。它是红色，敲出来是紫色。对啊。很香，很好看，喜欢哦，赞。